一号泰国队队员又被发在了空当时，日本的队队在防反当中，日本队这个接应的手法还是不错，一共打成这样，日本队9-6领先，所以九比六发球，哎呦，俩人抢一块了，性很强，还好，日本队直接是发球得分，这次发球的第五分，最后拉开进攻，泰国队发球出手。传一般，四号位调整功，漂亮！这个球真是点高，是大一分。泰国队得第二分，现在防反双方各得两分，一攻5-4，日本领先一分。失误，日本队多送三分。二号位是发球，哎呦，这个跟上了，现在还占这个失误。哟，泰国队机会。12-13了，球落在场地内，这个球明显差距很大，结果四个队员都在那看，泰国队发球得分，这个西伯尔传明显跟队员之间的泰国队员发球得第一，还是差一点，但传挺好，这回传到二号位的位置到位了，队友还是靠自己发球漂亮的，把球砸死了，一号下来一攻打成，第二局开局由泰国队发球。哦，打手一号。这段时间一攻直接得分，4-5把比分追上来了。三号李英的发球，牛二又得倒，这球，泰国队的机会，快球，日本队防反，真寻挑了后场，这球传的不到位，好球，日本队很顽强，又是要倒。哎呦，倒进去掉到了，日本队泰国队的机会，快球，轻拍一下，这小队员们这个空间感呢，还是有待提高。明明这个球离界内还界外很有泰国队一线很大的一段距离，但是都躲开了。8-8，泰国队的主力二杆，经过军医的这次一攻，打得很有力的进攻，日本队全球打到3-0就赢下比赛。比赛的情形讲的这里非常有利。实力上还是占优势。四号西卡利站在前排，比赛已经进行了1小时。那么日本，开炮，打手了，裁判示意打手了。副裁判这边，蒙古的副裁判都是下凡，换上了5号，身高1.78，埃林科通，也是一个主攻手，下凡是1.88，这个身高可能跟他们有点近吧。申勋这个球传的还是有点松啊。再来，日本队还有申勋，这球调整的不错，只要调整到位，西卡利进攻就有威胁。漂亮，泰国队利用技巧，还是有点一个拐弯，这打直线还是有点松，这球打的不错，好球，日本队还有，申勋把球推过来，申勋再来，四号位调整球，西卡利轻打。这球打得不错，打成了，日本队再次防反得手。日本队进球防反，四号西卡利有没有机会？四次击球，这样西卡利还是把球打中。防反的地，西卡利这个点连续防反得三分。泰国队这一次一攻打得很坚决，1、2、3。征询他这个四号位西卡利，
泰国队这个左手十六号小左手菲利本再来争取打接应的二号位的后攻，开到这个后场空档位置，明显的照这个点子打给四号位。这一次巧破千金嘛，小将替补二传日本队真寻怎么样？我日本队还泰国队，这个时候有点莫名其妙失误。21-13，泰国队看来后攻很难翻盘了，大势已去。所有队员都举一手，认为打手了，举一手，场上队员。裁判给的是有啊，得分啊，挑战成功。上手飘球，到了日本队员拦网的手，出击三号索克的发球，泰国队防反，四号位，这球进攻打手相见，现在是14-21，泰国队发球，九号梅继上，过去挺发的，紧贴着网，这是个泰国队接应二传的，啊，第二传直线进攻打成了，进攻，西岛阿伊拿下。第二局这等场现在场上又没有二传手了，加强前排的拦网高度，因为真寻的拦网身高只有1.57米，网上的缺口可能真寻在前排虽然牺牲了没有二传，但是前排拦网高度上来了，发球一个小插曲之后，日本队真寻传球不想看不记得二号球传两下站位，对一下正好行动的进攻，日本队拿第6分，点高低打是什么防反，这样日本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4.7，日本队一攻也坦克，日本队一攻得8分，一攻上日本队现在一攻得6分，泰国队现在打上了8分，泰国队一攻得说少，双方篮网各得1分，发球得分日本队2分，泰国队1分，15，泰国队这样25-18，依靠日本队二号位的一个直线进攻，最终日本队拿下了第三局的最后一分，以3-0。战胜了泰国队进入决赛，三局比分分别是25-22、25-13，这样25-18，依靠日本队二号位的一个直线进攻，随意二传拿下了第一位受伤的球员，以3-0依靠自己的整体战胜了泰国队进入决赛，三局比分分别战胜泰国队22，平进了13，平进了18，这样日本队慢慢在随意二传意外受伤的情况下半决赛。靠自己的整体的强强的晚上7点转播中国3-0战胜了泰国队，挺进了比赛，明天晚上的另一个赛半决赛。好，观众朋友们，今天下午的日本队同泰国队的半决赛我们就已经转播到这儿，我们将在晚上7点转播中国跟中国台北队的比赛，是另一场半决赛的将晚上7点。Thank you.